几集？接下来就是这么做了。哦，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吗？哎呀，糟糕，我都忘记了。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呢？不好了，不好了！卡欧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吗？总之就是大事不好了。啊，是这样吗？那我也要去。不行啦！你跟着卡欧先生，紧张什么？说的也是。啊，琪琪，你真的很会画画耶！真的吗？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卡欧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太迟了！先吃完点心之后再画好了。嗨！嗨！嗨！哇，长得好帅哟、哦、！Excuse me, but I seem to have got lost.Lost, I'm lost. Can you tell me the way? 他在说什么呢？啊，懂了，我知道了。Good girl, clever girl. 我没猜错的话，他在说英语吧？难怪我会听不懂这种语言。What did you say? 怎么办呢？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耶。对不起，我听不懂你的话耶。I'm sorry. 你等我一下啊，我这就去叫爸爸或妈妈来。爸爸，我们店门口来了一个外国人。啊，外国人？我觉得那个人好像只会用英语说话。英语？爸爸应该懂英语吧？过来一下。我还没做好准备啊。哎，奇怪。你说的那个外国人呢？好像到别的地方去了。哎呀，真是遗憾，真是很遗憾呐、啊！哎呀，我实在很想见见那位外国人呢。妹妹，琪琪，怎么了吗？就是我本来是想去公园的，结果有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啊，是那个人。No.What am I to do? 你认识他？他好像是外国人。外国人啊，他好像想问什么问题，可是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耶。这样啊。Oh, hi. You're the little girl I saw at the flower shop. You've come to help me? 不是那个。琪琪、美美，找到你们了！赫比，你们在玩捉迷藏吗？不是捉迷藏了。琪琪、美美，你们怎么了吗？就是公园里面出现了一个外国人了。哈哈，我一直很想跟外国人说说话耶。我也是。他好像有什么困难的样子，可是他只会说英语。这种小事没问题，会有办法沟通的。我们过去看看。Hello to you. 我是巧虎。How do you do, 巧虎？ Yes, yes. 我是陶乐比。Wow, nice to meet you, 陶乐比。你好，你好。我是妙妙。Delighted, 妙妙。他们都好厉害。请问您的名字是？ Me, Richard. 他说他叫做理查。你有什么困难，叔叔？你需要帮忙吗？ Oh yes, can you help me? I'm lost. 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I'm looking for my friend's house. House. See? House 不就是家的意思吗？ Where is his house? Where? 他正在找某个人的家。是谁的家？谁？
叔叔，你要找的对象是谁呢？ My friend's name is Cow Cow. 驾驾先生。Yes, Cow Cow. 你认识吗？我没听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个很啰嗦的人呢。说到我们认识的人里面，很啰嗦的就是……哎，等一下，那是什么眼神呢、啊？我平常都很安静的。是是，烧脑经验会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吗？真的很抱歉，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Well, thanks. All the same. Bye. 啊，好，那我也要。稍等一下。我可以帮忙画那个人的肖像，这个好。看到画，也许就会知道是谁了。What？ 肖像画。肖像画。脸的画，懂吗？哦。太帅了。奇怪，没声音。A portrait. Good idea. 脸型是。His face is round like this. 那眼睛呢？眼睛，眼睛。Big eyes. 那鼻子呢？ Big nose. 鼻子要很大嘛。那耳朵呢？ Round ears. 这是谁呀？Any ideas? 还有头发呢？ His hair is very curly. Curly 是很硬吗？Curly， 我想会不会是很卷的意思？对耶，那是这样了。放好了，这是，也许就是。伤脑筋呢、啊？理查到底是跑到哪儿去了呢？考先生。理查，考考，我正在着急呀、啊，太好了。You promise to meet me at the bus stop. Sorry. 我把去公车站接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These kids brought me here. 哦，是你们带他过来的。哈哈，因为我画了肖像画呀。Yes, your picture was simply fantastic. 只靠这张画就知道是我了吗？看一眼就知道了。就算彼此语言不通，我们还是有办法可以跟外国人沟通耶。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可以跟各国的人交朋友。我觉得交朋友真的很好玩耶。Yeah, making friends is great.